慢慢退哦。三月底最后出现在镜头前，神色憔悴，形容因为爱妻刘真病逝饱受打击，迟迟无法走出伤痛。很难受了，真的很难受，但是就是说期待他可以赶快走出来，真的比较在乎就是小朋友了。老板宪哥也不断鼓励新龙，希望他早日走出来。如今也传出新龙将复出的好消息。纪晓君脸书po出一张公益演唱会海报，演出阵容包括新龙、吴宗宪、黄品源、纪晓君等艺神，地点在台南，时间在九月初。我就是爱狂野，就是爱危险，就是爱神仙，在你纯真的笑脸。帮他走出来了，我给他一些时间上的通牒。出来啊，本来说今天你就可以带着小朋友来探宪哥的班嘛，这比较困难一点嘛。消息一出，宪哥也证实新龙已经同意确定参与九月的公益演唱会，希望他勇敢走出来，赶快回到正常生活轨道。记者陈奕轩、李玉涵台报道。